大家好啊，刚才捞了一颗酸菜啊，这酸菜真挺好啊，黄卡的酸菜。完了之后，这冰箱啊翻呐翻呐，就唯一就是能翻出点鸡肉了啊，鸡肉炖酸菜，可以，还炖不了这些。你炒吧，我炒。哎呀，我这手沙呢。不用不用，我切吧。昨天那手指头插板子插坏了，插萝卜钱儿。哎呀，这家伙沙的呢。切完了啊，没少切，剩个酸菜心儿，到时候蘸酱吃啊。这个鸡肉不焯了，直接炒啊。刚才这水好投了好几遍，放锅，这锅，哎呀，我得先把这酸菜投一投啊。好，把这鸡肉炒一炒。两个八角，加点姜片、葱花。好，来点十三香，再来点啊，猛下酱油啊，多下酱油，调味道。来，下酸菜啊。好了，不扒拉的，添水得了。开炖啊！好了，可以了啊。葱花再放点，酸菜心儿啊，我得那什么了，切了点。酸菜心儿，大酱呢？大酱，这儿。看看我这炉子还可以溜菜呢啊，大酱搁这也溜着呢。哎呦，酸菜也来了，酸菜来了，酱，这个油辣椒酱蘸酸菜心儿。哎呀，这菜光喝点不呀？喝呗，光喝点就行，不用给爸盛饭了。啊，想喝就喝啊。你想喝就喝，这么支持啊！一般人家人喝酒，这媳妇孩子都不让喝。这在我这块，你快别喝了，这么支持呢？那我还得整点，我还得整点酒去啊。好嘞，热又热的，不行了。炉子撸起来就可以。不是我不行，啊，你不把它开，就在那边开，别把那开，那不行，那我可厉害了。又吃饭了？吃饭不喝了？那你们说不喝了？门关了，喝吧。啊？太热呀，喝不了。喝。热。别看了，朋友们啊，小鸡儿炖酸菜。本来酸菜和大鹅的，大鹅咱没有啊，就找这小鸡儿。大鹅绝配啊！这个呢，他俩是天生一对儿。没姜饼爸爸，不得意。嗯，这酸菜我搁了很多油啊，要不不好吃。就是吃油。这小鸡儿油少。呀，我记得什么时候还有一块鸡油？哪有啊？没有。干啥的？放哪儿了呢？没有。有一块儿酸菜心儿啊，
所以先蘸辣椒酱。好像真没用，放哪了？不是你没吃过？没吃过，那些其实那啥，和白糖好吃。你那没吃过？酸菜心儿，酸菜心儿，给它切那啥了，切成丝儿，放点白糖可好吃了。我们小时候用的。酸啊。酸呐。嗯。这酸菜不错。嗯。很肉啊，你看，我是不是带头啊？这肉不是很烂滑，就是猛啃。浅木色一点。选一个，你呢？痒，没这么痒。来，咱俩拿下去一起了。哇，这叫买一赠一。哎呀，好，这个，这是跑我这来的肉，对吧？我来这个。留搁这儿呢，兄弟，我回来了啊！我们一杯得了，这怎么谁啃的鸡肉啊？这是兄弟啊，掉地下了啊！我嘞，我想，我刚想扔嘴里，从啃一下子。你得回问问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干一杯。直接干一杯。啊！上来就干一杯。呀。这样式的啊，酸菜汁，吃酸菜汁还是吃酸菜？妈呀，两样。吃肉啊，你俩？真硬。啊，啃的。嗯，来，啃一块儿。嗯，等大家拜拜吧，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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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